烹制广安烟熏鸭需要什么样的创新秘方？陈老师，你到哪儿了？我看不见你了。走地鸡搭配土块里包裹的珍贵食材，可以烹出何种绝妙佳肴？哎呦，这鸡真快呀！华蓥山上抓黑山羊，广安人怎样做到一羊四吃？前面有一只小黑山羊，这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。敬请收看《我的家乡菜广安篇》上集。